慧念时间，斯芬克斯像，我们也叫做狮身人面像 Khon Sphinx， 我们可以在卢浮宫的埃及馆入口处就看到它，好像正在忠实地守卫着什么。话说法国著名的学者让·弗朗索瓦·商伯良在1822年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在他的推动下，法国国王查理十世 Charles X 收入了一系列的埃及藏品，其中就包括这尊斯芬克斯像。他呢，综合了兽中之王，象征太阳的狮子，以及国王的形象。我们从其头饰上的眼镜蛇、下巴上的假胡须和写在椭圆形边框内的国王名字都可以辨认出国王的身份。这一尊雕像的历史有4000多年了。事实上，卢浮宫的埃及馆的藏品的数量和规模仅次于大英博物馆，所以对埃及艺术感兴趣的朋友是很值得来看一下的。那这件雕刻在如此坚硬石头上的伟大作品，可以说是技术和耐心创造的精品。慧念时间，法国巴黎。